空调怎样收服？一，在对空调进行收服的时候，要打开空调，然后调到制冷模式。二，使用六角扳手关闭空调外机的高压管阀门，前提是空调开始制冷的那个时间。三，注意空调压缩机声音变小的那个时间，那时候就可以关闭空调的压力阀，打开旁边的螺旋帽，拔出空调的电源线即可。四，收服之前检查空调外机是否有漏服现象，空调是否有漏电的现象。一，在对空调进行收服的时候需要打开空调。二，使用六角扳手关闭空调外机的高压管阀门。三，关闭空调的压力阀。四，检查空调外机是否有漏服现象。